你们接下来可以把做饭的烹饪交给你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逃命令。俩孩子来到这边来越来越自觉了，接了俩孩子放学，然后来买点东西。没有牛奶了。哎，是有点冷。走走走走，又开空调了。想吃果酱的吗？对，但是它就是它，可是它外面太厚了，太厚的糖霜了。这个我们吃这个吧，糖霜少一点的。几个？一二三。第一次买个大盒的。12个6.9块。买这些东西是要带去学校的，买单。是就直接扫吗？对，直接扫。你如果用下面的这个扫描机扫的话，你就直接放上去。按住了这里，这样子打开。哦。哦。下面找条形码。啊。嗯，对。哎哎，看看屏幕。要称重的，多少啊？放那上面不能拿，放上面。这里就是一个称重，它也是扫描的地方。然后找，竖条形码，这里。花了39，不到40。关门，你扣好了是吧？好，关门，回家。手拿开。我会打到你的。是总的意思是吧？对，就是总共的意思，合计的意思。哦，长脑子了。巧克力就好一点。你吃巧克力的时候想糖霜，吃糖霜的时候想巧克力。我没想到它这么甜。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怎么了？好吃，好吃啊！我也拿一个吃。你干嘛？糖剥下来。抠脚皮呢？抠脚皮。你抠。抠死皮。描述的很好，下次不要再描述了。哎呀，你同学喜不喜欢你的头发？喜欢。老师见到你剪了新发型，说什么？今天早上？他们家。漂亮，他们觉得很漂亮。他们说：“哎，你觉得，哎，那好可爱，好帅。”所以你现在喜欢你的发型了吗？对。那你下次还让妈妈给你剪吗？没有。谢谢。我觉得你的发型很可爱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安卷，你看看这里，看一眼，一根白银色的头发。好明显，拔出来吗？拔不掉，太短了。不要，你之前那些短的还都被我拔。安全的拔，安全的拔，一身拔白头发。我给你等会儿，我怕我等会儿给你薅下来一撮黑的。好疼，还没拔。不要。有点小小年纪就体验一把被拔 白头发的感受，这是费力啊，这是费眼力啊，都在梦了。算了，给他再长一点。不好拔。来做晚饭了，今天要做一个这个香芋蒸肉饼。上次一起去华人超市，杰森要求要买的，有了香芋之后他都不吃土豆了，所以偶尔给他安排一顿。香芋切成丝，就是在淘米煮饭。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傻。小心一点。我在淘米。我在淘米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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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。妈妈。你又打了。我一下要泡米。然后自己去玩自己的 ，OK。我。你接下来可以把做饭的烹饪交给你了。
这个锅已经让人把我气死了。锅对你不友好是不是？他不认，不认你，不认人，不礼貌。给我摆好了，放锅给我分钟。Angela 每天的任务都是连服。Aiden 每天的任务是什么？要把你的玩具从客厅收走啊。对了，是的，俩孩子来到这边来越来越自觉了，真棒，收到自己房间去啊。我们吃饭了，韭菜炒蛋汤，然后香芋丝蒸肉末肉饼，很嫩。这不是芋头吗？芋头加肉啊。妈，好吃。没有汁，对，没有汁，这一点是不完美的地方。时间到了，忘关火了，但是肉很嫩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我说它不好吃，你不好好吃，我怎么办？我下的时候老是像鹅一样，哎哎哎